胜两败。这球有点切到在内野的上空，一垒手跟捕手都往界外区 sliding catch， 哇！但是捕手这边唱空城，所以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啊。三个啊、哦，一垒、投手还有捕手都去接这个球，对，结果是本垒空掉了。反而是形成了一个界外飞球的牺牲打，这个在哇，这个也少见了、哦，很少见啊，这个也算记录哦。一垒手陈俊秀冲出来在界外区哦，球员休息之前把这个飞球给接进手套，接得非常的漂亮，但是本垒这边完全唱空城啊，在拉米狗这边，王文成聪明的抛垒了、哦，没错，这个不赚白不。